那你当家人有问过弟弟吗？他同意吗？当家，一点哥，你问那么多，想来我家跟姐姐放牛吗？跟姐姐一起放牛啊？到时候把你们牛放跑了怎么办？我们家有200头牦牛，都给你，都给我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让我来你们家上门呢？对。